切靠缘分，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，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多少黎明又黄昏，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，还有回忆梦前的身影，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，都已无从悔恨。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，情会如此难枕，当初何必太认真，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，相思不如回头，如今何必论离分，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他凄凉，谁能断了这情分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阿妈真正足烧的呢，阿公你看医生，真正有较好啊，袂要紧啦，你看你看我有吃的药啊，较退烧啊。啊，你昨嘛安尼讲，结果嘞，今日还是在发烧啊。妈，你若阁继续安尼发烧落去，嘛毋是办法呢。妈，我即摆就带你去大病院做检查，安尼才会较紧好啦。哎呀，我拄人足忝的，无想要出去，我休困。几工就好啊啦，妈，莫阁拖落去啊，带我来去病院啊，来，行。哎呦，我不爱去啦，我都上惊看医生啊。妈，你紧去啦。妈若是不爱去哦，就莫勉强啦。感冒没有特效药，正常来讲哦，拢会家己好啦。你莫想伤济好。我真正不要紧啦，看我家己走去宜兰，消化干着。这药仔食真正就会好起来，你免烦恼。敢会当互爸回来？伊若是知影你破病啊，一定真烦恼。啊，唔过吼，爸伫咧外口流浪啦，唔敢回来啦。啊，若是互爸爸知影你是为了要找伊，干着，伊一定会足自责，会赶紧来看你哦。安尼上好。妈，你带互爸回来啦。我嘛感觉讲啊，爸应该是爱回来。我要找伊讲一下以后分家的代志。文贤，妈今麦咧发烧，有啥要讲这啦？是安怎袂使讲？我要当时讲。文贤啊，好啦，莫讲就莫讲啦，我要上班。文贤，妈，我先去上班啊，以后我休困哦。不会，再见哈。文贤。爸爸回来看你好不好？是啊，爸若是知影你破病啊，一定会回来。文贤，你敢有需要遐尼生气？甲张明武甲遐尼歹看的才甘愿？文清是爸的囝，我嘛是爸的囝，我讨一个公道，够唔对？卡叔讲今仔日你有困难。刚讲爸甲妈伊咪甲你斗相共，安怎？所以今麦你的意思是讲哦，我无困难，我较衰就对啊。好啦，话国讲倒转来啦。但是今麦我有困难，爸伊要提啥物给我？文贤，我不管啦，我知影爸哦，伊人阁有地啦，等伊转来，我一定要甲伊讨。我伫咧想讲哦。我是不是应该先请一个人，把迄个土地顾一了给？文贤，你要当土地这件代志，那是让别人知影，伊会安怎讲？他才伊讲啊！你放心啦，你是我的某，一定有离婚啦。到时阵哦，你就别跟我讲遐有诶无诶。文贤。
爸，你总算接电话啊！妈要发烧，你敢知影？啊？啊，伊奈发烧？啊，有去看医生无？有啦。无啦，无啦，伊无爱去看医生啦，倒伫个眠床顶吼，伊边来边去啊，叫你的名呢。哦，伊讲伊伫扫啦，你听到无？这是伊在扫啊，啊，愈扫愈大声啊，真的吼。敢袂受寒啊？嘿啦，无讲较含的吼，爸哪会听得来啊？好啦，爸，你有听到无？妈过来扫啊啦，哎，你紧回来好无？紧回来哦。好好好好，我先回去吼，我先回去。李白啊，这是我第一次进来领导，啊，进前吼，给你到门口啦。就算讲我给你邀请，你嘛袂来啊。对啦，这是我拄则煮好洋甘茶啦，趁小金呢。原来就是你煮的洋甘茶哦。啊。有一届，英同伊雄雄搞特别啉洋甘茶，我嘛袂晓煮啊，所以我就去问中药房的头家。叫伊教我安怎煮。你的感觉，我会当了解。有一届，我甲英东在厝看电视，拄好咧播一出电影。伊讲：“啊，这出我看过啊啦。”啊，我就搁换一台。啊，伊嘛讲：“啊，这出我嘛看过啊。”我就知影讲。原来恁两个人常常去看电影。所以就是因为安尼，这个一定要活英东里的痛苦。所以你破病这出戏要继续甲搬落去，本会啊都会通知因老爸。到时阵咱的计划就会当进行到第二步啊。到时阵因若是回来，就死甲吃。太快！喂，玉凤，是我啦。听讲你破病吼，啊有较好无？听囡仔讲，你拢唔去看医生，是安怎啦？你还搁咧奇怪啊？啊，太衰啦！拢是我唔好，拢是我甲你害，因为你人愚人。找我，你唔才会破病。拜托你，就莫奇怪，你紧去看医生好不？无安尼啦，我等下就回去。哦，啊，看
你要拍我，要骂我，啊，拢随在你。啊，只要你莫生气就好啊，好。啊，我马上回去哦。好，我随回去。啊，我一定会回去，哈、哦。再见，哈、哦，再见，再见，等我啊、哦，哈、哦。文清，大姐，啊，你今日这么晚才上班哦？是。对啦，我有听我妈讲，讲你妈身体无爽快，啊，你伫厝照顾伊吼。即马小体啊，有较好啦，我想应该只是受忝。安尼就好啦，啊，爸刚知影。我甲伊讲过啊。伊嘛差不多要倒来关心家己某啊啦。对啦，文清，啊，恁公司的代志解决安怎？我知影这无好讲啦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有需要，我会当甲你斗三工啦。唔免啦，都已经解决。真是，若是有需要，莫客气呢。多谢啦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已经足感激。我会更加拍拼，绝对袂让大家失望。好啦，爱加油哦、喔。好。听起来，文玲阿哥唔知影是爸爸提钱替我解决的。David， 美女，你好。这座位送给你，要来纪念咱第一次约会。哇，第一次。先生，你是不是认对人啊？我无认不对人，是第一届认对啊，是咱今仔日的第一届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我喜欢玫瑰花？是不是常常用这招骗查某囡仔？无，那不是像你这么水，搁这么有气质的美女，哦，别人爱我去骗哦，我搁无想要去骗的。你买新手表？哎呦，你嘛看一下即摆气氛，你搞什么手表？不是啊，我有听你讲过，你无介意挂手表啊。啊对，苹果的之前嘛，公司有赚钱，公司给我的奖品啦。啊，而且吼，每一个主管拢有啊，我规定一定要挂。规定哦。哦，无怪，这嘛无清楚你介意的型。啊，就无法度啊！好啦，咱就开始咱今日第一个约会，就请。哎，这偌久无回来呢。那看那亲像足久啊，同款。哎，王婶。嘿，几落工无看到你，啊，走去打铁佗。我。啊。王婶，好，足久无见。啊，你走去倒啊？啊，我着迄落。哦，我知，已经是恁家迄个事破病，你咧家照顾恁娘。嘿啊，着讲。王神哦，在咱这个社区哦，是听无出名的呢，不是伊在照顾，谁甲照顾啊？无啦无啦，这多谢恁的关心啦。啊，是讲孙太太，啊，你哪知影阮家玉芳破病啊？啊，都知啊，我看着伊甲恁迄个大某做伙，啊，规个人看起来虚咧咧，啥破病呢？因两个做伙？啊，这哪有可能？是真的啦。我昨就看到因两个伫遐，扫袂停啦！哎，你就是确定就是。洪太太，歹势啊，我先叫起洪太太。啊，你啥喏啊？卡看起虚咧咧，你是破病哦？就是啦，我都小发感冒尔。
孙太太，你嘛真敖呢！你以前甲讲话的时阵，拢叫伊迄个姓。啊，即马当伊的面头前，你著叫伊翁太太，你偌敖的哦你！无啦无啦。啊，对啊，你感冒，爱去洗伊的哦。迄感冒严重起来哦，是会死人呢。你家己较保重诶。哦，无要紧啦，多谢你的关心嘛。你的嘴哪哈歹哈？讲什么死啊？哎，感冒尔，哪哈严重？迄死袂好袂讲的呢。歹势啊！我较含慢讲话，我无迄个意思啦，是你啦。哎啦，孙太太伊无迄个意思，伊是好意啊吼。对啊，我好意啦。我只是哦，就安尼看恁两个斗阵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？哎，奇怪呢，哎，着人无爽快，我陪伊，那就一定爱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哦，无啦，啊，恁两个真正是安尼，嘿，安尼是啥物意思哈？啊，都恁两个啊，安尼啦。孙太太，啊，世间上无迄个讲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啊，啊。一家人有当时啊吵吵闹闹，啊冤家了后，着阁和和气气，迄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是啊，啊，亲像恁都毋是同款，你甲恁翁婿逐工咧冤家，你叫是无人知哦。你哦，甲你家己顾好势就好啊。歹势啦，啊，我只是吼，常常看恁两安尼，我袂惯势啊。你袂惯势嘛，爱惯势。世间事一直咧变啦，有一天吼，你也会变成讲阿嬷袂认的阿雄啊。这我了解。即摆阮翁甲阮后生哦，拢歹插我。进前哦，拢甲我黏了了，踢拢踢袂走啊。不过我即摆伫厝诶地位哦，用一台扫地机器人都不如。所以你爱了解，即个世间所有诶代志都是变变变。起风啊呢，卖坐只扇风啦。你讲因两个做伙，阿姨搁甲伊照顾。嘿啊，因两个做伙啊。敢讲，真正是美梦成真啊！就是因为伊唱歌遮尔好听，咱毋才会爱伊，爱到要死。这真正是一个真好、真好的美梦嘞！啊，你是做啥物美梦啊？系啊，啊是啥物做工给你偷梦想？无啦，唔是啥物偷梦啦，啊，非得就是一个真好、真好的梦啦。啊！你到底是做什么梦啦？啊，无啦，哎，阮家用我可以等我吼，我先回去啊。哎，王生，啊，你是梦里啥人啊？转来，你有看到无？伊往那边去啊啦。有啦，我有看到。你还记得爱照阮讲好的哦。你看到伊吼，你就爱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啊，你紧过来吼。会赴啦，我是到啦。好，再见。玉芳，我转来啊。林秀，你哪在这？还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遐侪年来，林秀也毋捌来过玉芳因家，啊，玉芳也无去过林秀因家，啊，即卖两个人斗阵坐了好势好势，诶，敢会是我的梦变真的啊？直接开讲了，哦，啊，你玉芳，你发烧应该有较好啊，哦，唔对，表情唔对，
气氛唔对，什么拢唔对，啊，今嘛是变安怎？所以，迄、那个，玉芳，你有较好无？我身体吼好势好势啦，无用这招，那会骗你会回来。你嘛真牛呢，还阁知影要回来哦，互阮找无人，安尼有好耍无？是啊，啊若耍了好耍，就继续耍啊。啊你毋是啥物拢无爱管啦，啊无回来创啥哈？所以，我即马回来，啊，就是想讲吼，看恁两个有好无啊？好。啊，阮两个唱一个翁唱三十年啊，哪有可能好啊？这三十年来，你到底有良心无哈？你是安怎对待阮？你拢无感觉有对不起阮吼？啊，你是有想过无？当初你无做好决定，害阮明仔日受苦，这种委屈你有当了解无？阮对你这么有情，为你付出遐尼济，你是安怎对阮的？想要对一个有情，啊，想要对另外一个有意，结果呢？欢喜着你，啊，艰苦着阮，你来遮小贪下你。你有才调要娶两个某，你着爱有才调，两边都按来好耍，什么都无做，放阮两个查某伫咧厝咧玩。哦，多少代志你着甲我闹哭，这算啥？啊，你敢有正经做人什么红菜啊？当初答应阮的条件，你敢有做得到？你囡仔未头前，你袂感觉更小心？你给我动的哦！你若是搁走，你就变相想要甲我回来。我来当作无你这个翁，你来当作无你这个老爸，绝对讲会到做会到。我无想要走啦，啊，我嘛唔敢走。啊，不过哦，恁。拄只两个问我迄个问题哦，啊！你一句来一句去，我常常我嘛唔知要安怎咧回答。啊，不过会啦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会甲你回答吼。啊，是甚物？我真正规拢无啥啥呢，我感觉怪怪的。啊，恁两个自古早到即马，啊拢唔捌来往过，啊连话也无讲啊半句。现在才，哎，还是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哦，敢会当讲给我听哈？你想要知无？啊，来啦！是啦，来才坐吼，来呀！紧的啦。紧摕啊！你若是想要继续甲阮两个人行落去，你着爱照阮两个人的规矩。永堂条款。玉芳讲要甲永堂驾驶一下，嘿，他今晚唔知进行了什么款呢？妈，你本来不是拍我，要创啥啦？啊，我咧运动，我也无点当时，你家己走来，我拍，你出怪相啊！
安怎啦？什么代志啦？妈，啊，唔知影吼，是毋是会当？可能哦，有人要跟我联络啦。嘿嘿，手机啊，是不是会当用我？啊，那有啥物人会跟你联络啊？你也无啥物朋友啊啦。啊，是讲你有交着新的女朋友，你要打电话给啥人是哦？谁啊？不是我要打给人啦，是可能有人要打给我，安尼我会接袂到电话啦。哦，啊是谁要打给你啊？啊，都阿公啊吼，会较好话讲，因家的鸡吼生几粒卵啦。哎呀，原来讲吼，这风台当时要来，当时要出去啊。啊，那迄个阿水啊。好啊，到人家生几粒卵是甲你什么地带？啊，风台地当时要来是啥人知影？而且，即嘛是几月啊？会做风台呢？对哦，即嘛无风台啦。啊，唔过你看，亲像我即嘛吼要出去收你物件，万一我若有啥物关键的代志吼，无手机通甲伊联络，安尼是变安怎？我再讲，恁囝我是代表时代的男子汉，上性格做餐啦，我人缘是真好。你唔相信？无你即嘛手机甲摕出来，一定衰蛋。这哪有可能啊？啊，这个手机啊，自从伫我的皮包内底啊，拢唔捌弹过，我抓做伊歹去啊。你是不是要跟英龙联络？不是，当然嘛不是。哪呢？你要跟谁联络？我是要等，等即马吼，差不多爱立电话钱啊吼，我咧等电信局卡电话，我叫我去立钱啦。歹势啊！啊，电话钱我怎晓得完呢？我也算唔知你想尽办法了，就是要甲我摕这个手机啊！你若我知影，你甲英同联络，你再死！哦，你看，水大了吼！可以啊。文贤。文贤，打电话你讲啊。我知。我接。喂。喂，我文贤啊，啊你金宝。你啊。哦，我要找永通阿姐啦。那你找你永通阿姐要怎啊？我想要问伊淡薄仔代志啦。啊，那你那是个代志，我拢总知影，你问我着啊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欸，金宝啊，我问你吼，你敢知影阮爸伫宜兰迄块地哦，啊是有偌大？啊，即摆饲个差不多是偌济啊？你问这要怎啊？无啊，我是王家的大囝呢，啊，搁是大孙。我有权利知影祖先留落来迄块地哦，价值是偌济嘛？文贤啊，恁老爸才几岁呐呢？啊，恁着想要遐个土地哦啊？你想是安那？就算恁老爸较早死的，你通分财产呢？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无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哪咧问哦？心肝咧，就唔知咧想啥啦。我甲你讲过啊，这个王家搁有法治哦，卖孝顺你的财产啦。金宝啊！你管好你家己厝内的代志就好啊啦，阮家的代志哦，你莫管啦。哎，我是伊那真好大嘞，你敢对金宝讲的这个口气，我绝对来跟你老母斗。好啦，你去斗啦，为弟哦，家的代志早晚嘛是要解决的啦。好啦，金宝拜拜啦，我要来上班啦啊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啊，是伊那真无礼貌嘞。本人王英同，从今以后，不管做任何代志，拢会老实报告。若是任何的活动，拢会三个人斗阵行动。王英同爱负责照顾好两个母，啊，袂当让伊受气、冤家、结亏。假使若有发生，请公平调解纷争，让两家伙仔恢复平静。假使若做袂到，就爱伫两家伙仔囝儿面头前公开道歉忏悔。
真的有可能啦，这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讲，敢有需要真正要安尼做？你无想要配合嘛？会用的啊！安尼两个家庭，你就当永远退出咯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若当作无你这翁，囡仔无你这老爸，绝对讲会到做会到。这。今嘛，这个要求表面上像过期同款，拢在争取我。啊，不过实际上，这是处罚呢。我会伫所有人的面头前照顾这两个查某人，而且公平，无爱任何一个也袂用的。啊，不准有任何的秘密。这我敢会当拒绝啦？啊，无你摇头是啥物意思啊？无好是？不是啊，我意思是讲哦，虽然我过去哦做了唔是真好，啊，不过我对恁两个是真正真珍惜啊，吼，啊，我对恁惜。啊，有责任，有感情，哈！啊，我对何芳，你有感情，还有疑乱，啊，等方便我拢有需要啊，所以我是感觉吼，我愿意接受啦。安尼上好。安尼以后吼，咱三个人就爱叫永堂条款，这是上好的方式啦。啊，你若无愿意配合，无要紧哦，做你讲哦。好，我会认真做落去啊。来，啊，即马吼，你一字一字看好清楚，看好清楚了，再佫签名吼。来。名签好了哦，吼，咱三个人就手牵手走到校门口，啊，甲厝边隔壁挨杀子一个哦，你签吗？讲真的，离开这几工啊，我做过两个梦，想袂到哦。即马现实的状况，比我做的迄两个梦搁较恐怖啊！金矿了差不多啊，我赶紧把金矿，好不好 ？David， 啊是讲咱厝内底物件无歹，是安怎买伫看家具啦？啊，搁有啦，拄才食迄顿饭，咱两人食万几块呢。我实在是足唔甘的，我看吼后摆还是转来厝食较省啦。哎，关于这个代志啊，来怪你甲你妈妈啦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不是你妈妈叫你搞主，害我这个嘴啊变到这么紧张，我哪有可能哦？开遐尼多钱，我带你去吃遐尼贵物件。你吼，你若是介意，就定转来吃。我跟你讲，煮菜的人吼，上惊无人甲伊捧场啦。妈妈若是知影，伊嘛足欢喜啊。我知影，啊，不过我就想要对你较好一寡。你嘛知影，讲我常常无伫咧台湾，我就感觉讲。我对你就没得过，所以我是希望，咱做伙的时阵，会当亲像恁亲人同款，遐尔遐甜蜜。既然
你无想要开钱，系无要紧，我给你餐厅，我你紧。看你是介意食俗的，还是贵的？只要是你爱食的，我拢陪你去食，好不好？多谢你啦，只要会当跟你做伙，不管食啥，我拢足欢喜。啊，搁有啦，你常常应酬爱交陪，开的钱吼比一般人搁较侪呢。啊，搁借文峰几去营销，我才想讲，咱两人出来时阵就应该较省的啦。老婆，我讲过啦，文峰的代志是小寡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先讲清楚，应该开的钱是一定要开，这是我的坚持。所以等呢，若是看到什么价钱，尽量去买，拢无要紧。奇怪呢，啊，你是安怎一直叫我买物件？讲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你是不是就想要知影？到底什么代志啦？我带你去一个所在，你就知影。跟我陪你去一个所在，行。什么代志？是什么事？好啦，到时就知影啦。是不是我去倒啦？哈！来来来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这是倒啊？是谁的厝啦？这是咱的厝啊。咱的厝。咱两个未来的新厝。家这买落来哦，这足多钱的呢，而且不是讲好。要去美国生活，你反悔哦？老婆，你别紧张，这不是买，是租的。租的？我跟你结婚这久啊，我就无给你一个所有咱两个的所在，而且好定来台湾。我安尼世界大，啊，这样代志哦，我就肯定想过来。所以这个我定来台湾，我就想讲哦，至少要做一个厝，当作是咱两个爱的生活。啊，不过是不是要开足多钱的啊？开钱的算啥？当初跟你结婚的时阵，我就决定啊，要带你去美国，而且要买一间哦，足大间的厝，生足侪囡仔，佮敢甲你差？啊，不过真可惜，到即马我是无法度完成我当初所讲的一切，所以我想讲哦，伫咱两个完成的梦想之前哦，我希望。你当家姐，当作是咱完成梦想的第一步。我相信啊，过我几两年的时间，我一定会当完成我当初所讲一切，出来去美国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有一天，咱就会当在美国有家己的厝，家己的生活。这真正袂歹呢，地点好，而且离公司足近的，你吼一定算足久的吼。我顶下顶来台湾时阵哦，我伫你遐找啊，到即届我才确定个只做来。啊，对老婆，我真了解你的个性啦，你是一个吼对代志拢真要求的人，我是惊你对这吼无满意啊。那有可能无满意啊？我足介意。哦，无怪你今日一直找我去看家具，原来就是安尼哦。是啊，你对我真正足好诶。好啦，咱去内面看看。你来不要接电话啊？啊，无啦，即马还是看咱两个爱诶小屋较重要啊。毋是啊。你不是讲你公司即卖有啥物商业间谍？啊，若是有重要代志要通知，要安怎？紧回啦！啊，无要紧啦。告诉讲哦，真正重要代志吼，伊等下就打电话给我。啊，对啊，老婆，来叫我内面房间，好不？来。今日David敢那怪怪？照理来讲，若是公司的电话，伊一定会随接起来。啊，哪有可能安尼无要无紧的？来，进来，同意了，你看卖
哦，是咱社区新开的啦，看起来真好食。行较紧的啦，你久来数。好啦好啦。哎，你看，迄个毋是王先生甲因两个某啊？对啊，啊因三个哪做伙出来啊？是啊，今仔去夜雨山，天哦要落红雨啊啦。我怎甲恁讲啊？你唔信？即马相信啊吼。迄内底有水，你也提好势咧。有啦有啦有啦。王太太。嘿嘿，王婶，哎，王太太，老三，老三，老三，啊，恁三最近出来运动哦？是啊。哦，王婶，你做好去的呢？哇，你倒手一个，正手啊一个，你安尼左右逢源哦。是啊，又够好命的啦，全台湾哦，找无几个呢，对不？是安尼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。敢不是？是啦，是啦。什么的左右逢源？这根本就是左右不是人嘛！孙太太啊，我们来运动啊啦！哦，啊，孙杰。好啊，耶！哦，好。安怎安怎？我水干呢。哦。水嘞，我也水嘞。哦。紧的啦。来来来。我还不是迄罐啦，我还是 pink。迄罐啦。嗯。啊。我就水干，就水干。啊，等你啊，等你。是你的啦，啊！好啦，啥？哦，我就乱嘞，我就乱啊！你有无搞一级嘞？啊，面巾嘞，拿出来吃咯。哦，面巾，面巾，呀呀，来来，提起。嗯。哦，就抓就抓。哦，那有开心哈？你有开心无？那你就抓啦，那你抓干嘞？开心哦，不哦，是吧？嗯。好，就抓就抓，就抓就抓，嗯。啊！安怎啦？这个就烧啦，不能拧啦。哦哦哦哦。哦，我们就烧就烧。哦，烧烧。啊！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遇见对的人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啊啊啊，这俩就输了，我能定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就修就修。哦，修修讲以后，逐天就要安尼，我去啊，我真正是先拼先，还是搞济天？我甘愿逐天安尼唱歌唱歌骚声，我嘛袂安尼逐天予人折磨。娘，好势，好苗。嗯嗯。叫好命，你唔知我的艰苦咧。你搁徛遐创啥？行。哦，好好好。英东，较紧的啦。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稍等我一下哦。人讲哦，娶某无用一天啊，啊娶细伊哦，无用一世人。你啊，你是你啊。不然我喝你啊。谢谢啊。下次再来哦。想要做咖啡来咯。好，谁来？我来。哎，等一下。
一下。哦好。我讲你给我立起。哦。海生啊，你甲三号客人讲一下，我搁重新做一下。哦好。小林设计这个动线阁袂歹呢，我今日送咖啡予人客的时阵啊，比以前阁较轻松安尼。小林这个人的头壳哦，真正有哦，袂歹。嗯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不是啊，你去加定一个啦。小林不是想要甲你借钱，那安尼是连日本某拢无爱。拜托的，伊已经结婚啦，莫阁讲这个人的代志啊。结婚又阁安怎？结婚嘛是当离婚啊！我大阿东吼有一半以上的爸爸妈妈拢是离过婚的，这年当吼，敢那无离过婚的人，就参详过恁家都不够完整。拜托个，你莫胡白讲好不好？随便拆散人家姻缘，也好你讲牌。是谁拆散谁的姻缘吼？还不知道嘞，搁直接怪我。是已经结婚的了，阿姨讲啥？我决定跟我太太离婚，你愿意等我下次回台湾吗？你讲啥啦？喂，你今麦伫倒？我去找你。好，我先来。小笨，等下就麻烦你啊。哦，好，我明白。我找你出来，是想要跟你搞个讲清楚。无论你想要决定跟你太太离婚是安怎，迄拢是你家己的决定，跟我一点关系拢无。你莫搞我变作你离婚的理由。当然，我跟他的事情，我自己必须好好处理好。不过，请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把该让你知道的全部都跟你说。从第一次我太太跟我提出离婚，一直到现在，已经很多次了。每次当她跟我一提出离婚，我立刻就想到你。我知道我这样说，你可能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。不过那是我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。如果我结束这段婚姻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正大光明回来找你？所以我每次都想要立刻答应他，不过我又怕他觉得很受伤，而且我又不知道上哪里找你，所以我只好这样一直逃避下去。直到这次回来，再遇到你，我才更肯定我自己的感情。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爱你。就像迄天，你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的心就乱嘞。原本我是想说，在你回到日本之后，我就要把你忘记了，重新开始我的生活。因为你的出现把我的生活全部打乱了，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。你应该很清楚我们家的状况吧？从以前我就跟自己说了，我绝对不要变成会介入人家婚姻的女人。可是你现在跟我说，你的离婚是因为我的关系，这样不是太荒谬了吗？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为什么我太太要跟我提出离婚。那是因为
那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要怎么跟你开口，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因为我不能再这样继续逃避下去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公司是我阿兄，谁插你啊？刚摕走我的手机啊，我就把你的厝拆掉，看谁较凶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我们还在交往的时候，我曾经说过，在我16岁那一年，我妈妈离开了我，自己组织的家庭。对于她的离开，我其实没有任何的怨言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，自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大人的事，我也可以理解。去年，我妈妈带着一个16岁的男生到日本来找我，她对我说，这个男的是我的弟弟。我妈这辈子一直在重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，结婚、生小孩，然后过了几年受不了了，就抛弃家庭，去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。他叫做阿奇。我妈离开的时候，只对我说，她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。而我现在年纪够大到足以照顾一个念高一的弟弟。当你妈都这样跟你讲的时候，你还能说什么？所以就这样，在我40岁的那一年，我突然多了一个小我24岁的弟弟。就因为突然多了一个弟弟，我太太完全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她就提出跟我离婚。所以你一直无法度开嘴秘密，就是这件代志。其实我一直觉得，我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我都只想要自己，我也只为自己而活。就连当初我很爱你，我最后还是选择离开了你，跑到日本去追求自己的事业。但当阿奇跑进我生活以后，我突然发现，我是真的很爱这个弟弟，我想要好好的照顾他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责任。因为你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你没希望他建立你的理想。因为他就是16岁时候的我，那个被妈妈抛弃的少年，他的痛苦跟寂寞我都懂。所以即便我太太一直拿这个来威胁要跟我离婚，但是我一直跟她说，我不可能因为这样抛弃我的弟弟。我太太完全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就因为这样，我跟她之间就产生了没有办法弥补的裂痕。如果我们真的分开了，也会直接影响到我在日本公司的职位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，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件事，是可以让我牺牲自己而不后悔。你跟你的太太有孩子吗？虽然说阿奇是我的弟弟，不过对我来讲，在我心里，他一直很像是我儿子一样的感觉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他对我的意义。把真
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你这过了有够紧啊，安尼端午节要到啊，来来来来，吃点心哦。卖个离也无闲啊啦！我咧想讲吼，找你斗参详一下，看这端午节联欢活动是会当提供啥物节目。啊，好你安尼离也无闲，歹势啦！你也惊歹势哦，就加食一挂，加啉一挂，你就袂歹势啊！哦，嘿嘿，我爱食卷心酥呢。哎呀！啊！老啊啦，有较好多，我嘛收过大鱼，多谢你遐用心哦，为阮大家准备这遐好的点心，辛苦啊，来，来来，你家己摕，对啦，嘿，食点心一定要配茶嘛，对哇，吼，来来来，拍摄拍摄。玉芳，你一定嘛最大对哇？哦，你做这管委会委员哦，嘛真足辛苦的。哎，我帮你倒茶啊，来点啊。来来来，请用茶。多谢。拄只是食点心啊配茶，啊，即嘛是啉茶了配点心。安尼，我会使食袂？当年甲这个时阵哦，我就足烦恼，讲这端午节联欢活动是要安怎办？一方面个活动爱办了好看，啊，一方面互社区个厝边头尾感情交流一下。丽秀啊，啊，你有啥物建议啊？咱两个办桌，一块桌呢，五菜一汤，外加两道甜点，养生大餐，绝对赞赞赞啦！袂予你无面子啦！啊，不过阮的医生吼，敢若一点点啊，只有法度做一个炒米粉，还佫配贡丸汤。歹势啦，无法度请你这个大厨诶。哈，炒米粉佮贡丸汤哦，遮可怜哦。不要紧啦，咱佫想办法。啊！我知影会当创啥。啊，恁两个是啥物表情？我较早嘛，足个弹吉他、唱情歌呢，嘿。我唱给恁听。我的心，你哪个烧这么大啊？怕病啊？来，顺利顺利顺利。我拄仔是要唱歌哦，赶紧找着啦。豆豆讲好。啊，你心情袂歹哦，搁摕你的果冻出来等。妈，阿玲，
安怎？你以后爱惯习，你会常常看到阮两个人做伙。以后。你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都会跟爸还有李叔阿姨三个人斗阵？是啊。阿姨真正也同意要这样做？这是我们两个斗阵做的决定啊。你爸爸只有无条件来配合过。我跟你们的小阿姨哦，真正无想要再这样互相打下去，过这款无意义的日子啊。因为这样对你们这下一代也很不公平，所以我就想说要先改变自己，所以不知道说以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，至少我相信如果肯改变就一定不一样的。妈，我觉得你跟阿姨做这个决定很好，你过去受的苦我都知道，我也真替你不甘，无命分过这么多年，虽然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怎样，但说妈，你有我们家的囡仔做你的靠山，你永远不是一个人。是啊，我两边的囡仔拢也真欢喜看到恁好好。虽然我真无愿意安尼讲啊，也不过爸面对恁两个人，有时阵确实是真为难。大房甲二房本来就是真歹解决的问题啊。我同意永远讲的，无论安怎，阮是你的囡仔，一定拢会替你到底。我想大哥一定也认为安尼真好吼，那是阁继续安尼落去，大哥嘛袂感觉家己只是二房的大汉后生，无厝藏瓦壳啊。恁哦，拢想过单纯了吧？莫安尼做，只不过暂时满足伊甲阿姨两个人心内对爸的需要。啊，阁有啦，纯粹就即阵仔才发生的代志哦，互爸一个假死尔。事实上，我永远拢唔是王家的大孙，妈哦，嘛一世人都得袂到冥婚啦。大哥，你家己袂得过，甲妈拖入去是要创啥？我只是实话实讲啊，是恁哦，唔愿意面对现实啊。还比现实哦，规家伙啊，无人比你较现实啊。你，我是。哎，冥婚甲财产是有关系的呢。恁俩孙讲哦，等爸百年了后，法官会听恁的哦。我论妈搁安怎认为讲哦，咱应该甲大王有同款的地位。不过实际上哦，最后咱就是啥物拢分无。你是咧讲啥啊？恁爸身体遐尔啊勇健，你讲算爸一个？你吼，自从恁爸领退休金开始，你就一直讲这个问题哦。你还少年呢，你本来就爱为你的家庭、为你的事业了拍拼。是安怎一尴尬？你孝心要分你啥物财产啊？哎呦妈，这款问题早晚都要面对的嘛。即马唔讲，敢讲，只要要等到爸百年了后才过来讲哦。文贤好啊啦。爹啊，咱无分啦，现金的，爸的退休金全部拢给文贤一个人摕去啊啦。我这个大囝，敢有得到啥物？啥物拢无啊。卡叔公。今日是你拄到问题，爸妈一定会甲你斗相共啊！咱是一个伙啊，你为什么爱离婚？什么你的我的？哎，你讲啥啊？你莫甲我纠缠嘞，我才无留你遮衰嘞！你当初开公司的时阵，毋是真牛啊？最后嘞，嘛毋是爱厝内人替你擦尻川。我拢阿袂问嘞，你是毋是开公司是假的？摕阿爸钱才是真的哈！文贤，好啊，你别再讲啊啦！刘伟道，文庆，妈，这是爸给我的钱，我这付出了后存下来，内底有五十万。哥，你听我清楚啊！我欠爸的钱，我拢会连本带利还给伊。这剩的五十万，我即马还，同款算我的。
我唔相信我王文清欠袂起这个钱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我就等你看。你都唔通愈补愈大坑啊！到时阵了的，都唔得遐个钱啊，一定会搁较济啊！好啊，莫去讲啊，行啦，你去房间啦。你还搁爱病院哦？我是讲你已经等去休困啊。无啦，我转去摕一寡物件，就搁过来啊，无时间休困。你嘞，这个时间敢唔免去上班啊？哇，逐年的年假嘛，拢放袂完，趁一届机会哦，做一届较清闲的。啊，病院这边该做的检查应该拢做好了吧？嗯，拢有。病房安排真正是多谢你的，若唔是因为你一直替阮联络病院，阮可能到今嘛搁排袂着病房。那你讲啦，代志发生的当时，我嘛是真紧张。这当阵我就想讲，看上下联络，有较紧的联络。真多谢你，伫个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就甲阮斗相共。这种意外嘛，无人想要发生啊。即摆上重要的是吼，伯父较好好静养，较重要。嗯。我要起来看伯父，你要当做去了。你先去哩，我阁要去便利商店买一寡物件。我妈自昨到即摆拢还袂食。安尼，我先去了。好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你讲有人伫赌场看到天虹？好，你讲。是。放心，我袂讲出去。我知。好。你放心啦，我过去嘛是要找天虹尔。好，多谢。喂，英姐，你总算卡来啊？哈？阿伯伫厝内底跋倒，即马待伫咧病院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再甲病房号码传给我。好。有个车会在家里走动啊，就好像多了一个儿子一样，让人放心啊。哎，安尼讲，那像我这个查某囝真无路用同款呢。爸，你这样讲有点伤人哦。我开玩笑的。不过啊，我这次也真的是太大意了，居然在自己家里啊都可以摔成这样。我不但是不经摔，我这个脑袋啊。也应该挂个号，好好检查检查喽。伯父啊，真的是还好没有摔到脑袋，不然以昨天那个情形啊，我还真的很担心呢。阮拢就是讲你昏去啊，好佳哉无代志。你若是弄着头，我看你免哪笑会出来。医生说看 X 光应该是没有骨折，但是你的大腿还有臀部的地方，筋膜跟肌肉是有拉伤的。所以如果之后出院的话，走路可能会有点痛，不过也请伯父放心了、医生他会仔细的开药，也会安排好后续的回诊还有复健的部分，所以啊，伯父你只要安心的养病，相信你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。谢谢你啊，泽辉。英姐，你看这次好你家在还有泽辉在家里斗三工，他今天又特别请假过来陪您爸爸，哎，我一爹吼我就放心了啦，你要记得哦，找一个机会请泽辉吃饭，好好感谢伊，知无？嗯。吃水果啦，来。伯父啊，如果你之后啊出院可以下床走的话，多做一些复健的动作。
番茄炒蛋吼，讲伊简单，伊嘛真简单；讲伊困难，伊其实嘛真困难。要煮较好食吼，是爱有配布的。英董啊吼，上喜欢食我煮的番茄炒蛋，伊讲我煮的番茄炒蛋哦是全世界上好食的。问题是哦，我较早坐外口等就有通食，啊，即摆叫我，要叫我直接炒蛋。那安尼，你就知影阮查某人吼煮一顿饭是偌辛苦啊吼。哦，谢谢你。啊，我辛苦你，你是在体验啥？你写念啥啦？这油的温度差不多啊。哎，扔扔扔扔，扔进来。嗯。进来啦。烤个东西呀。哎，阿番茄嘞？番茄哦。嗯。啊！这托马都家己会掰啊！哎，不要紧啦，迄翘起来细细的就过会当煮啊！哎，我叫。番茄炒蛋，有水无？嗯，对啦，你拄只咧炒的时阵，手势伤紧啊，我无看到，因为我拢是安尼炒安尼炒啊。哎呦，你安尼是吐啦！你炒哪有啦？安尼豆豆甲拉拉好开，哎，爱用心用感情，迄煮起来物件唔只会好食。你安尼吐，我规定我吐啊拢无歹啊。歹势，照过。哎，吴凤，啊要食饭啊，你要去倒啦？恁豆豆啊食，哈，嗯诶，啊咱拢一家伙，啊你要出去嘛才讲一声。你要去倒啦？哪哪八八八，有印象无？有听你讲过啊。就是成功度过分离焦虑了，阮决定要斗阵啊。所以你有女朋友啊？带转来我看。好啦，等我甲一位三叠纸进入侏罗纪，阁介绍予大家啦，哈，拜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再来啊！那八八八跟什么什么侏罗纪有什么关系啦？无什么关系啦，只是我甲伊看过的一部电影啦，吼。啊对啊，大姐，阁帮我多谢姐夫啦，吼。加载有闲吼，帮我欣赏。我今仔约会，再来继续刷几张信用卡。拜。这个囡仔实在是。啊，对啦，英导。我有物件要给你啦。这文清本来讲要我，啊，不过我也是讲，嫌你较透动。啊，这啥？我的文清行销，出那五十万。文清行销出的钱，啊，跟英导啊有什么关系？是安尼啦，就文清哦。运气歹，啊，叫朋友骗，啊，是谁知影？迄熟识啊，侪年的迄马子哦，安尼对待伊，讲起来，文清嘛真委屈呢。文清去互骗，文清去互骗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就，我来讲啦，李秀。啊！在文清公司捡朋友倒下，啊欠厂商七百几万，应当吼摕家己的退休金帮文清还少，啊，这五十万就是剩来钱啊。你的意思是讲退休金剩遐尔？应当，你俩在陪我哪里？我甲你结婚，替你吃苦就莫讲啊！我三个囡仔替你吃苦呢，我拢唔甘啊！你是，文林甲大卫结婚啦，啊大卫死过早，甲即马阁无一个固定的所在通好住，咱嘛无甲斗相共。啊文慧嘞，啊未结婚，人伊开迄咖啡厅是用伊家己的钱呢，咱嘛无甲斗出钱。啊文峰嘞。伊若是倒一天讲母啊，我要结婚，我这做老母的，敢免存一间厝予伊是？但
即摆文清出代志，你讲你害你所有的钱摕予伊，我你即摆是安怎啊你？啊，即摆是啥物情形啊？这是要给文清的。十万你先摕来吼，我有听讲你去咖啡厅买针织，啊，你先摕去用啦。大雄，我相信文清一定有能力将七百几万全部献给英董啦。七百几万用讲就生会出哦，我嘛会晓啦。你看，这届好利加在，还佫有泽辉伫遮咧斗相共，你爱记哦，找一个机会请泽辉食饭，好好感谢伊，知无？我今仔日伫咧病院等你几工。你是安怎拢无来？我有去，啊，不过我无你去病房内底。你到底是安怎？我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拢无接。也无回我，你敢知影你安尼会予我足烦恼的？我无代志啦，只是我到病院才发现，迄个所在无需要我。你是咧讲泽辉吗？你莫想伤济，迄是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伊拄啊好伫阮家。所以伊就替阮敲电话联络病院，安排因家熟悉的医生。即马阮爸已经无代志啊。是嘞啦，安尼真正是我想伤济啊。最近我代志是较济，所以。喂，什么？你看到伊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什么代志啊？林姐。我即马马上要去一个所在，无我都陪你。你先等去陪恁爸，等我代志处理了后，我才敲你，好不？好，我等你的电话。阿姨，多谢你的好意啦。要唔过这笔钱是爸爸的，敢若爸爸会当决定要安怎用？嗯，对啦，这钱是我的哦，啊，我要安怎运用我家己的打算？啊，文清有急用啊，所以我就当然先给斗相共啊。啊，假使讲文慧伊的咖啡厅若要增资啦吼，啊，还是讲其他囡仔有啥物需要，我嘛拢会斗相共啊，对。文清要用钱，你就摕七百几万出来。借问的，你有几个七百几万啊？你唔通袂记哦，你有六个囡仔，你是要安怎分？你家己拢分不出去，啊我咧，我老的是要靠啥？爸爸退休金本来就是要给阮爸爸妈妈养老要用的。阿姨，啊你即摆提起是啥物意思啦？啊你即摆意思是讲我提？啊！你摕啊是文清摕，毋是同款。非得即马就是阮家的退休金，互恁家摕去啦。你当阵状况着急，不得已才甲应同摕钱啊。啊，无算阮借的嘛。迄文清伊嘛讲一定会还，啊，你讲敢无清楚是？哎呀，对啦对啦。
啊，这就是算讲是文清救的嘛，吼、哦，啊也行啊，啊，啊行了，啊这代志就说出去啊，啊。讲话真够长远的，拄则讲迄钱要给文清的，今麦却变成要借的，就算讲要硬借的，你敢免甲我讲？你敢免甲我参详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遇见对的人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讲话真够长远的，拄则讲迄钱要给文清的，今麦却变成要借的。就算讲要应酬的，你敢免甲我讲？你敢免甲我参详？我是你的太太，不是外人呢。问题我伫宜兰就无机会通甲你讲啊。借口！一通电话就会当讲的代志，什么叫做无机会通讲？你根本就无想要让我知啊！还佫有你，你嘛无甲我讲的，你明知影钱是上敏感的。恁两个哦，一开始也是甲我讲啊，文清哦，公司出代志啊，需要用钱，我敢会这么无巴肠？我敢会讲袂用的？恁两个根本就无甲我放伫眼内，恁今两个根本就无甲我准着。运动会斗三工，我足单纯，敢若想讲是一个爸爸要甲后生斗三工尔，自头到尾真正无想要甲代志讲讲出去啊。搁再讲。迄文清有朋友骗去，也毋是啥物光彩的代志，我当然搁较唔敢讲。那是啦，讲玉芳嘛无甲我讲啊，对无？我是听文慧讲，我才知影的。对啊，是我讲的啦。啊，文清伊当阵吼，互乌都偷笑呢，真正足危险的呢。啊，恁大家应该无想要看到。这个假的林口一个人出代志吧？谁敢伊是搞这假的人啊？非得吼偷偷做这款代志，就是有鬼，就是欺骗。我真正无想要欺骗你。啊，若无我来当恁大家的面，把这50万提出来，我就是无迄个意思，才安尼做嘛。好啦，只我当初哦无想遐济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想要骗你。我讲袂赢你啦，因同我疼囝啦，因若是要甲囡仔斗三工，我敢会甲阻挡？这就是安怎哦，查甫人干来会当有一个家庭，顾会着彼边，就顾袂着这边。哎呀，袂像你呾安尼讲啦，对无？啊你即摆毋是知影？啊，玉芳嘛一直甲你解释，对无？啊！你这等下，你去尊重唔尊重的问题。你是大房，王太太这个位永远是你的。自较早到今嘛，无人甲你抢，以后嘛无啦。感恩呢，厝边隔壁倒一个，甲我当作是王太太哈。迄管委会陈太太放贴啊，放去你那边。大家要团购，招你无招我。迄你刘伯啊，讲要出去佚佗，叫你无叫我，你才是王太太，唔是我。好，啊以后红包给你包，啊食喜酒给你去，啊团购吼我也莫参加，啊若要去游览我也莫得，安尼拢给你，拢给你，你有满意无哈？这小可代志啊，你还在计较？前几天七口讲什么姐妹节目，迄两个交心是咧交假心。我这个人讲话较直啦，想要讲啥就讲啥啦，袂讲白贼话啦。无亲像有人哦，为着钱哦，甲我伫咧假神假胆啦。嘿，啥叫你假神假胆哈？真心换绝情嘞，你安尼讲话真过分哦。你暗的做一套，明的搁做一套，你敢就无结婚了？你放任甲放肆同款啦，真正无情啦。我无情，你假是假意啦。哎，你愈讲愈过分哦。你讲嘛愈过分嘞。拜托，莫搁冤啊啦！上过分的人是我，啊，一切拢是我的不对，安尼好无？你点屁啊！有人伫门边，我开。
二文清嘛，哎，丁总，哎，哪来啊？我要来找文贤呐，啊，去玉凤的遐哦，啊，厝内拢无人住，我唔知为啥来。金宝阿姐，加坐啦。免坐，我有话要讲，啊，你拢伫咧拄啊好，吼，这件代志哦，我来。妈，这件代志，莫当大家面头前讲啦。啊，我若无当大家面头前讲，伊哪会知影代志的严重性？文清啊，啊，你讲要找文贤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那无啥物代志啦，哈哈，都阮妈妈好想伤济啦。啥物你无啥物代志？哎，你奇怪呢？我逐摆若要讲代志，哎，你就拢无爱讲，你啥物意思啊？啊，我逐摆讲代志，拢会出代志啊！哎，文静嘛，啥物代志啊？你讲啊！啊，你文贤啊，卡着吼英通啊啦，哈，啊，我接的啦。哎，你问讲哦，英通啊，那宜兰哦，迄块地哦，到底啥物是值偌济啦？哎，你搁听了几句啊？啊，这种代志我甲恁讲哪会使啊？哦，无啊，啊，今即摆是安怎哈？拄则是小弟，即摆是大兄。啊，恁迄边拢伫咧孝顺英董爱财产。你讲啊，雷少啊，啊，这代志是应该要问文贤才知影讲是啥物情形，所以你即摆想要安尼讲，吼、哦？哈哈哈，对啦，我即讲哦。那是阮妈反应过度，啊，无得讲哦，无什么代志啊，吼，啊，大家莫为着这咧无欢喜，啊，嘿嘿嘿，哎，其实啦，今仔日我甲妈是专工要来看恁的啦，哎，我是无这个意思哦，我是我知你无迄个意思，啊，不过你即摆嘛爱有迄个意思啊，啊，为啥？哎，你看，吼。饭菜都已经煮好啊嘞！啊，这就是阮雷叔叔哦，专工哦，穿来要给恁两个吃的啦。你是妖怪来出世的哟，哈！你规路肉粽、肉包一直吃，哈！啊，即摆搁我豆芽，你唔惊就是哦。哦，你唔知坐电车都欠的，迄需要体力的呢。哎，我再讲哦，我雷叔叔哦吼，这个料理这无吃吼，上到无菜，阿爷，你讲对无？哈？哦，对，哈哈哈！哎，慢些嘛，甲英通哦，哎，应该嘛巴肚枵啊，哈，喂，李兄，你要加炒几两下菜，吼，哎，汤给滚起，哎，吼，哦，来，再讲来。哎，妈，来，我第一啊！哎，我买来，咱们全家哦，这无坏肉，那多吃不来的哦，我就是要吃，哦，哎，李叔叔，麻烦你哦。阿姨，巴肚枵哦，来，坐啦，吃饭啦。哎，杨叔，来。我家己拢有徛伫拢穿伫咧咧，我穿别人个我袂惯势啦。啊，你讲你恁无闲咩无闲？阿姐，嘿，我伫个宜兰，你安尼遐尔照顾我，啊，恁来我家，我当然爱好好招呼啊。杨通啊，我看你归去吼，困遮啊，莫安尼走来走去啦。无咯，煞啊！我甲阮妈吼，啊，一人困一边，安尼较公平啦。啊，我甲文芳吼小客气不要紧，你莫无闲吼。好啦，来，玉凤，快些。我今仔来哦，就是要等文贤回来啦。我要甲问看，伊问做菜的代志到底是要创啥货？啊，金宝，大兄哪会常常问你这个代志啊？我就是唔知道，唔才要问伊啊。唉，我咧雷少遐食饭哦，才知影讲哦，文清摕七百几万的代志，无怪雷少踮咧扑扑跳啦。是讲哦。这事实有困难哦，许多有迄能力甲斗相共，这是真好啦。啊，不过应当有两个家庭啊，这一项个代志哦，爱公开透明安尼才好。玉凤啊，
这款代志哦，后摆特别注意。会啦，我以后会注意啦。金宝，嘿嘿嘿，阿姐，你来啊！阿姐，好，来，你来，来。我问你，你问恁老爸宜兰做啥？要创啥？恁老爸这么人还阁好好呢，你问这敢袂感觉你做不好？金宝，我是王家的大囝，我本来就有权利知影。大囝是你外嚣掰啊！啊，你遐小弟小妹拢无咧问，独独干那你咧问。啊，那王家遐的祖产哦，是恁祖啊传予恁公啊，恁公啊才传予恁爸。啊，恁爸将来嘛是爱传予恁，啊，你嘛是爱传予你的世世，这叫世传世代来传。你别乱卖，遐土地袂用叮当啦。像金宝安尼的讲法哦，遐的祖产以后我嘛有一份啊。我敢那想要提早知影，好做准备。这有啥唔对啊？文贤，你回头哪来？刚才想遐个祖产，想遐个祖产啊？恁老爸哦，将来若是要分予你哦，要分予你偌济哦，迄嘛是将来的代志啦。啊，即马，恁老爸老母应该饲到遮大汉，也尽着义务啊啦。啊，你还少年呢，你好脚好手呢，你袂晓去打拼，创造一番的事业，将来予恁老爸老母我顾，你安尼想遐个财产啊？恁老爸以后要分予你哦，你好气啦！啊，若无要分予你哦，遐是应该啦。是倒着法律规定讲哦，老爸老母财产伊来分予囝儿是谁啊？哈！干那你想遐小贪啦？我无小贪啦，我有我的理由呢。爸妈的退休金哦，是爸妈以后退休以后要用的。即摆钱拢予文清摕去啊。虽然讲哦，唔知影文清是毋是会还会出来，不过咱都爱当作这笔钱已经无去啊。既然安尼哦。爸妈以后就是我要照顾，是安怎袂用先知影？我未来有偌侪钱通使用啊？文贤，莫阁讲啊啦！我一定要讲啦！恁大家哦，拢教我骂啊！金宝，爸妈有年岁啊，万一得着什么病哦，计医药费哦，卡袂着是几啊百万呢？我只是一个公务员，若是无提早做准备，迄钱要从倒位来？你敢点伊啦？恁老爸老母这帮人啊，过得好好，你著安尼甲纠缠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遇见对的人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你敢点伊啦？恁老爸老母这帮人啊，跟你好好，你就安尼个纠缠，你骗了一晚。我无纠缠。我是先做准备，咱人辛苦白疼，你拢是早暗面对代志。既然爸妈是我要照顾，我当然嘛要先做打算啊。你免阁讲啊啦，讲讲规矩你又阁听拢无啦。恁老爸无遐衰啦，着我你甲照顾。你要想啥，做你去想。我会甲恁老爸见过。王家哦，还阁有我这个师大弟嘞，我若无顶头无答应哦，我看谁敢顶动遐个土地？你还无讲我要顶动？我敢若想要提早知影伊偌侪价值。好啦，你即摆就开始烦恼，讲阮食老以后爱靠你钱，靠你食。我歹听话，甲你讲真情啦。我是一个无名分的第二棒，我都唔敢唔忙讲，我一世人要倚靠恁爸爸，所以我食老以后，我袂拖累恁。你莫想想遐有诶无诶啦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我拢会约下你啊！我若无讲，伊毋知要搞遮偌济麻烦呢。我甲你讲，恁爸爸食了以后，有啥物打算我毋知影。啊，不过我食了以后，我绝对袂靠你。所以你免想讲要用啥物照顾爸爸妈妈的责任来孝顺恁爸爸的财产，别阁讲啊！你卖话，你听有无？啊，做大兄有一个大兄的门，卖让你只小弟小妹看你无。恁大家哦，根本就无把我当作是王家的大囝，若是有把我当作是王家大囝，安尼以后公妈是我要拜，王家大大小小代事嘛是我来处理啊，是安怎啊袂用问祖先的代志？恁大家根本就无尊重我嘛！你孝顺祖先，着搁人尊重你哦，哈！家己去房间手忙心乱啦，看你做啥物代志，需要人尊重你啦？姊母，我，你敢去？能对姊母这样无礼貌？别讲啊！
贤，好啦，你莫阁讲啊，先等你房间啦，莫阁讲啊。金宝妈，阿姐是的啦，啊，伊哦较袂晓想，啊，不过伊无歹意哦，是的，是的。你个看啦，拄仔你跟我讲话，什么态度啦？哎呦，好啊啦，妈，啊人个哦，该互你骂，互你骂啊啦，吼，啊即摆已经请我，吼，你当来去看。我未骂煞啦，我拄仔。好啦，有啥物代志，你再佫讲。好啦，听嘛，我要过来遐照顾啦。李秀清。哎呀，发生这款代志，你搁睏？你是安怎啦？我只是问一下祖上的忌惮，我也无做啥物啊。是安怎骂到金宝，拢一直甲我骂啊？一口气，我实在吞袂落去啊！讲我小贪，讲我无巧，实在是足无公平的呢。囡细汉，若是讲到我甲文清啊，伊就会讲啥物啊？文清较巧啦，较乖啦，啊，即卖咧，较巧的迄个哦，甲阿爸的退休金哦，拢开了了啊啦，是安怎拢无人甲伊骂，顶多是来骂我，实在是足无公平的呢。只要你莫少想啥物祖上的代志，好好做你的公务员，是大人就无机会甲你骂啊。嘿，你是安怎？欸，你嘛感觉我唔对，你嘛感觉我小贪哦。你是我的某呢，应该爱听我才对啊。我唔是无听你，你做出这款代志，是大人本来就会生气啊。你阁无好清楚性，爸的退休金，伊家己有权利，伊要安怎做。假使讲你有困难，伊嘛是会甲你斗三工啊。无，你即卖的意思是讲？我无甲文清同款有本事创业对无？伊做的是啥物事业啊？失败啦！还袂失败？李秀清啊，我实在是受无呢。是安怎恁大家对文清就遐尼啊有信心？讲伊巧，讲伊敖，有本事，支持伊创业。啊我呢，我着爱乖乖听爸安排去做公务员。从来无人会认为讲哦，我王文仙嘛会有家己的一番事业，真正是看我无。有一天哦，我会证明给你看啦。好啊，那安尼哦，我等伊等，我今天就跳来，我要困啊。哎，小心，我来讲煞。小心，李小心。哎呀。文清，你讲你的钱哦，拢给你的朋友骗去啊，啊是真的是假的哈？当然是真的啊。你家伊不是种马子的，哪会给伊骗到遐尔凄惨啊？我为什么要摕我的钱都骗人？给家己的好朋友骗钱是偌痛苦的代志，我哪着安尼做？因为你想要摕爸的退休金啊。哥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爱相信我？这条钱我会还。我若是真正要摕这条钱，迄剩的50万我就袂摕出来啊！我甲天虹自做兵就识识啊，一直是真好嘛真信任的朋友。阮有同款的理想，对未来嘛有同款的目标，所以才会决定做伙打拼。发生这个代志，我比啥物人搁较艰苦。有时阵我感觉足无路用的，若毋是真正无阿多。我袂让爸跟妈为我这么烦恼。你坐落先拍算啊。你是要问我要安怎还钱？倒位跋倒就位倒位爬起来。这间公司我会好好啊经营落去，莫甲天虹找出来。无论安怎，
这条钱我一定会还的。你敢每一样都安尼讲？文清，你上好是讲会到做会到。啊，那无，我看你是要安怎直接给徛起？啊，搁有啦，你甲伊啥物朋友周天宏的哦，伊电话号码甲住址哦，提给我。你要创啥？你免管，写就对啊。哥，我已经找足久啊，拢找袂着伊。我想，你应该嘛找无。你讲唔知影我的本事，等你看，我一定找会着。三 D 影片呐、啊，模拟实境呐、啊，你给我做 VR 啦 ！VR， 你不快挂了哟！一点啊啊啊！阿姐、啊，镜头、名片，帮我提来啊！哦，多谢。啊，不过这是我要用的啦，你困眠床啦。啊，那呢，更加多谢啦。不会啦。本好啊。不好意思咧，阿叔今仔日吼，爱甲你小客一下。不要紧啦，阿是讲吼，阿叔嘛真久无甲你关心一下啦，吼。唔免即摆关心啦。哎呀，莫甲我客气啦，你甲阿叔讲，你最近过得安怎？我着过生活。阿恁厝内咧规工吵吵闹闹，你连甲我真为难哦。无啥物感觉。安尼哦，阿姐，我要讲一个电话啦。啊，你问题想好清楚，想到再搁甲我讲，吼。好好好好，歹势哦。文宏啊，你是要交女朋友哦？唔是啦。不要紧啦，我知影吼，你甲阿姐同国的，啊。咱查甫囝无女朋友不要紧，你看阿姐我，我无女朋友哦，我嘛是活了好好，啊。人生啊，爱过了快乐，啊，对你家己哦，安尼上重要。阿姐啊，其实啊，伊是我的未婚妻啦。我知影伊是你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你看来啊，哎，喂，那打888，我阿姐啊，今仔去阮房间啦，啊，你想要甲伊泡酒好无？阿姐。Hello， 啊，我是王彦通啦，文芳伊阿叔啦。阿叔你好。你好你好。咱阿爸阿爸，咱原本吼约好要讨论结婚的日子，要唔过你看到，今日暗时吼无啥方便，咱见面再好讲啦。好啊，阿叔，就欢喜谢谢你，拜拜。拜拜。啊，这是女朋友啊！我跟你讲过啊，这是未婚妻。哦，文芳啊，你安尼乌敢那地导游哦，啊，点点接三碗公呢。啊，本来阿叔了都讲哦，你甲我同国的，想袂到你嘛已经有对象啊。阿姐啊，迄人生啊，活得较快乐啦，啊，对得起家己上重要啦，知影无？啊，想较开个啦，吼。走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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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困在遮，好好反省，想看你到底做唔对啥物代志。你若是想无好，继续甲困在遮。我就是想了想清楚，我唔才会做安尼代志对吧？哦，你想清楚啊！好来，你讲我听。我一个做老爸，假使讲囡仔若有啥物事要斗相共，我当然嘛会出手嘛，唔是干那温亲尔呢？不管任何一个囡仔拢有啥物需要，我袂缠袂得，我嘛会去甲伊斗相共啊！这是一个老爸应该做的责任嘛。我讲几杯拢听无，我咧讲啥？迄个毋是钱的问题啊！啊，无是啥物问题？啊，无你咧气啥？哈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才能够遇见对的人，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随缘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？不管任何一个。囡仔拢有啥物需要，我袂缠袂得，我嘛会去甲伊斗相共啊！这是一个老爸应该做的责任嘛。我讲几杯拢听无，我咧讲啥？迄个毋是钱的问题啊！啊，无是啥物问题？啊，无你咧气啥？哈，讲真个啦，我今日若有能力吼，我逐个囡仔我拢予伊700-800万，啊，当个公平，无袂空。我甲你警告，你若是每一个囡仔分遐尼侪钱，我著甲你拼命。啊，我咧。你拢无想着我，我变成去食要安怎？哎，袂遐尼啊凄惨啦！爸妈，还阁无爱困哦？还阁为着迄700-800万伫遐冤家哦？我无冤哦，是一个憨狗的哦，听无我咧讲啥，到即摆我毋知我咧气啥啦。哎，我有好好听咧，迄是你无好好讲的。好歹势呢，你即摆是怪我态度无好是？这么委屈的代志，谁吞忍会落啦？我甲你讲，我即摆阁好好徛伫遮甲你讲话，算袂歹啊啦。妈，你听真济啦。啊，既然你感觉委屈吼，你就将你的委屈拢讲出来，啊，我甲爸爸徛伫遮听你讲，好。我欺恁老爸无甲我尊重啦！我毋是遮尼无法当的人呢。迄文清公司有代志，需要你帮忙，我敢会用讲袂用的？你拜托的，你至少事先爱甲我讲一声啦！我恁某呢？你安尼稳无？敢着？啊，这代志我甲玉芳毋是一直拢甲你讲过啊！啊，安尼就准拄煞，啊？迄退休金是咱以后的养老金呢。退休金若是无去啊，咱以后是要安怎？敢讲你要去卖祖产哦？哦，唔啦，迄宜兰的祖产，迄土地是咱祖传三代留落来，绝对袂当伫我的手中卖掉。你收袂掉啊啦！万只嘛讲文贤伫咧孝顺迄块土地呢，哼！玉芳哦，爱好好教伊个囝啦，啊若无，迄个文贤唔知佫变啥物出头。伊若要继续讲这种代志，我就好好甲解释。这件代志是还袂确定，你唔通胡白乱讲啊！卖引起无必要的麻烦。这代志我会处理啦，你唔通管。处理。好啊！我看你话个，我看你要安怎处理，到时哦，我要看你安怎处理，我去搞。你搞，我快点搞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上啊！我的妈！秀秀秀秀，先莫生气啦！你看啦，你甲阿姨真无简单，会当好好讲话呢。啊，但是看你弯落去，以后要安怎来往啊？除非恁老爸哦，甲伊甲现实的啦，啊，若无，我袂拜伊煞啦。哎，这块困衫哦，是啊，我都买穿这个高水型的啊。啊，我伫个宜兰，哪会拢无看到啦？
啊，依然呢，你也要跟我睏啊，这要睏才有穿啊，你要哪有看啦？等，你即摆来，我金鱼熊，你是咧甲我上安啊？上你古锥啊！这也着搁讲，我着上爱结古锥啊！你，你少安尼少年少年古锥古锥，当作家己是二五岁安尼过日子，吼、哦，心情计偌好个呢！你心情若好，日子着过得足轻松个，家己足快乐个。就是啊，最好家己欢喜就好啊啦，想要轻松就轻松。对啊，我着是介意万只万你个个性。啊你啊！我想讲吼，啊，今仔安尼麻烦现啦吼，你吼心肝一定真甘啦，啊都无法度啦，啊都，你常常听着伊甲我讲啥物咧问祖上的代志，我袂卡要去啊，我着拼来啊咧，啊你唔当甲万金嘛见怪咧？袂啦，万金吼，我来怪你，哦、我知影你是关心啦，啊惊讲吼，迄文贤会去惹啥物代志？唉，这文贤哦，个性较小改咧，啊若无，我惊将来出大代志。这囡仔吼，自细汉就少爱计较的啦。计较讲，啥物人的零用钱较济，计较啥物人的礼物较好，也是讲爸爸妈妈较爱送。一直计较，比来比去，哦，不够啊，有够生气的。啊，大汉了吼，愈来愈害。反正嘛，不是讲我无教呢，我真正有咧教。哪会知伊变到安尼啦？我也不知道哦，这个囡仔头壳来是咧想啥货呢？啊，一个公务人员都安尼稳定啊，稳定啊，就真好啊。啊，七早八早在咧想做善的代志，迄有影真害呢。这我会甲伊讲啊，我嘛甲伊讲哦，以后袂当对万金嘛，真了无礼貌。袂啦，但我期望期我嘛是关心啊。我是惊文贤啊，去交到歹朋友哦，啊，出去做啥物歹代志哦，啊，你就真是爱烦恼啊。我知影啦，多谢万金的提醒。好家在吼，王家有你这个时段，这当然的咯。啊，若无你两家口啊，代志较侪猫仔问，啊，无我这个万金嘛在处理哦，等你是要怎处理？多谢万金啊，王家有你的关心吼，确实是真好。嘿嘿嘿，对啦，万金嘛，嗯，啊，你唔是讲要教我煮菜？啊，对啊对啊，啊，看你要煮啥物菜，你讲啊。啊，那传了传传的哦，我教你煮，啊，这煮煮的，大家大家吃哦，哇，我都爱得志。我想要先学迄宜兰菜，哦，都迄西卤肉啊，红鲟米糕啊，还有什么糕渣、啊。哦，你讲这拢手炉菜呢？啊，虽然讲我煮菜哦袂较输内向啊啦，也不过你连基础都还袂拍在，你就要学到家来。这煮菜就可比敢那有咧读书同款，哎呦，幼稚园。啊，过来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豆豆啊，先唔才对。啊，你幼稚园你都还未毕业，咪你就跳大学去？哎，有基础拍去，豆豆学。那呢，你要先教我煮什么菜？我看无先煮卤肉较简单啦。烦恼遐济啦，
人讲吼，迄个天无绝人之路，对不？嘿嘿，咱总有所在通去一趟。啥物要烦恼啦？我是你想生三个囡仔，害咱才这尔啊落魄，无所在通去，含要食一顿饭都无钱。我哪这尔歹命，嫁予你是看人好势啦。麦考啦！我跟你讲，我即马来唱歌给恁听，你一定感觉足快乐、足幸福，哈！准备好啊！要唱一条歌给恁听一下，来，人，等我一下，慢走啊，等我啊，慢走啊，你慢走啊，是这寒冰。祖先保庇，祖先保庇。哇！你困唔困？我大姐才来创啥？你唔知我签名照啦，哦。哎，多谢啦，多谢你啦。看安那落魄，你拢愿意陪我去流浪，真啊多谢你，无把我放弃。讲啥啦？很明显啦，啊，多遐若是歹困，无你入去困啦。好了，奇怪，我困遐哦，拢常常拢会做噩梦嘞。我梦到讲啥物破产啦吼，啊，搁无钱无厝，啊，你甲玉芳两个人啊，对我斗阵去流浪。等下，你甲我过来，我甲玉芳陪你斗阵去流浪。啊！恁两个哦，搁一人挂一个大皮箱，啊，对我斗阵去。人讲哦，落魄见真情啦，哦，啊，恁真正足有情的呢。你敢袂想结婚？你连面梦都坚持要带玉芳斗阵走？变啊一开嘴吼，伊个新妇啊面就浮出来，人拢叫是我是歹人嘞。你不要对号入座呢。我该死，天后不要怕啦。你若是真正知影唔对，为什么搁爱去跋筊？是要甲阮二姐讲，你要为着伊离婚？哦，水啦。卡电话啊。卡好像。啊，无你搁有第三个报信？无啦，我哪有迄个性命啦？到底食一个饭？把话讲好清楚啊！我是想无，啊，刚真正有这个必要。是为着爸爸。你一定要救我！伊伫外口拢甲别人讲，我是伊的小弟。其实，我是伊的后生。我是大房呢，你是爱落甲我争啊？是啥物甲你争啦？啊，你是爱讲伊啦？你做决定看要安怎啦？人都要走着走着走着